假装自己在起喷火龙。看前面，看前面。妈妈在拍我。对啊。假装自己是鸟在飞哦，好好享受。吹喽！老鹰都是这样飞的。车子往哪边转，你身体就往哪边转，都很舒服。到了。第一次都很漂亮，还要再玩一次吗？我要等很久。这好玩的秘诀就是，车子往哪边转的时候，你身体就跟着往哪边转，你享受它那个摇摆就很舒服。